董事长您好，您方便做一下自我介绍吗？我来自广东佛山黄玉峰的故居，我就是做石头做了10多年了，从开始做石头砖的，因为佛山做的陶瓷很多，最早的时候我就做一片一片，放到家庭的入室里面采的，后来一路发展到方便，就做鞋。这一个已经第四代了，第四代呢怎么样呢？现在就是这个石头是天然的，用手工摆放的，还有这个能够轮脚的，里面轮脚的，里面轮脚的话，这个就是12伏安全的，这样的是一般的就是插座的，但是插座的话，我考虑到老人家有时候不方便，坐在这里，一走。就掉了，掰倒这个人，所以就我想了这个专利的话，用来一吸就 OK，就是又简单。但是这个鞋对人体有什么好处呢？因为这个文化你是几千年的，这个不用吃药，不用怎么样，本来每一个脚底都很多穴位，通过我这个石头，天然的石头，来对人对足疗好了。第一方面就是轮脚，我们发现里面的45度到50度，能够如果拔开这里，可以20分钟都还热的，但是每一天踩一下这个轮脚再睡觉的话，这个泡脚一样的效果。对，那因为这个呢比泡脚还要简单，买的鞋整个家庭可以用，还有呢，这个轮脚才睡觉的话，这个文化是几千年中国的文化的，就是轮脚睡觉就对睡完好了，睡眠好了，一个人睡眠好就是对身体是很好的一种方法所以我这个鞋呢很简单，我们鞋的就见闻石，这个石头见闻石，这个鞋我有一个系列的，有一个系列的，还有呢其他的，现在还有呢一个发明呢，就是也是就不用吃药的，用来叫这个脚底，就脚底呢把这个很多病例都可以治好的，因为我这个刚好一个申请专利，预算今年的下半年还有明年就马上上市了，这个我通过试验以后很多病例都可以但是我自己在家里做的，就是一个教授告诉我做的，我老婆都不相信我这个机器能够治得好的有一趟她腰很痛，痛得很厉害，我说你去叫吧就不用去看病了，因为我也没有时间，所以她不相信好了，叫了几天以后这个腰到现在都好了，就是通过机器这个效果很好，但是预算下半年就出来了，对，上市了，这个就是不用吃药用最简单的方法来解决，因为我这个石头也是这个石头呢就是我这一对就是玉石来的，这个石就有磁性的石头的，这个石用河里头拿上来的，因为我全部天然的，对于天然的东西对人是最好的一种方法所以就我发明这个做这个石已经好多年都慢慢来推广这个石我的大概就是这样子了。谢谢董事长。那董事长今天参加这次大会之后有什么样的感想呢？这个参加大会的话，对我们的中国的传统文化很有意义。对不吃药的东西来治疗这个中老年人的最好的方法最好的这个几千的文化来发扬光大，就是最好的对我们这个。人类做出贡献是最好的一个会议。好，那咱们今天参加会议之后有没有什么样的期许呢？可以提一些宝贵的意见或者建议给我们的组委会。这个就最好的就是这个能够开到几趟，细化一点，能够帮到这个企业去再细化这个大桥，这个最好的。好的，谢谢董事长，谢谢。